我给你形容一下我的第一场戏吧。当时很简单，我就跟你说，摄影机在这里，整个轨道就像这个黑色的轨道，这边是荒芜一片，被烧的哪哪都是枯树，然后我走到这个一个荒芜的一个地方，按理来说我会有一种各种各样的表情，但是我不知道要找机位，因为这边很正常，全是人，没有荒芜啊。所以当导演一喊开始，我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，我就没有看过这边。后来摄影师咔就开始骂我，你在干嘛？你不会看机位吗？你不知道镜头在哪里吗？然后我回答是什么？没有啊，你们这都是人啊，我不应该看这边吗？哇，那种脸丢尽了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就觉得这是哪里找来的傻子。我觉得最近可能真的是大家压力太大了，大家不停地在给这些任务，我们现在先放下没关系，但是该坚持的内心一定要坚持住，打垮的是你自己，打垮自己，没有人打垮你，好不好？加油。好，谢谢教导主任的这个舒压哈。